不是，我还想知道你是谁呢。淑娟，怎么了？他是谁啊？怎么进来的？我住在这里，我有钥匙，你说我怎么进来的？哎呀，别吵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闺蜜小夏，这是我跟你说的室友王琦。怎么是个男的？淑娟，你也没说和男的住一起，还是个流氓。你说谁流氓呢？上屋人家不关门的是你吧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怎么回事啊，王琦？你自己问你闺蜜去吧。李淑娟，你这也太好了吧，又借钱又借车的。哎呀，谁还没点困难？我也挺困难的呀。滚！是不是李淑娟闺蜜吗？干嘛呢？哎，那个谁，正好你来了，钥匙给你，我就不上去了，你帮我转交给淑娟哈。怎么莫名其妙的？你一看就特别狡猾。李淑娟。钥匙给你，姐姐啊，你下次开车能不能开慢点？我没开车啊。你别装了啊，我闺蜜都告诉我了，你开车把车撞了。我没有啊，是你闺蜜撞的吧？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，敢做不敢当。那关键不是我撞的，我都没有开，是你闺蜜直接把钥匙给我的，好吧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闺蜜在瞎说啊？对啊，就是你闺蜜在瞎说啊。怎么可能，他跟我关系这么好，怎么会骗我？那你要是不信，你叫你闺蜜过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行，你别后悔啊，我现在就联系他。嗯。